黑石望空，比四强的隐藏地图，紫云山，兄弟们打 boss 的顺序要注意一下，不然要像我一样错过了一个变身法术。哈喽，这个超级赛，这个紫云山呐、三个 boss 迷道人、毒敌大王，还有慧月魔君。那么这期视频打慧月魔君，首先打慧月魔君之前，一定要记得先打迷道人和毒敌大王。我感觉是这样的，我先打了毒敌大王，然后打慧月魔君，没有打迷道人。结果呢，我错过了那个法术。之后我再回到紫云山的时候，发现这个迷道人不见了，我就没有了这个法术。我要二周目再来了，非常难受啊，兄弟。所以打慧月魔君之前，你最好把剩下的两个 boss 迷道人跟毒敌大王都打了啊，再去打慧月魔君。打完慧月魔君，获得法宝绣花针啊，可以对boss 百目魔君的二阶段有奇效，只要一阶段能好一点打，就后面血收更够。但是也不好说，二阶段多躲一点技能也行啊，就是有时候没躲掉。又被踩了。定风珠要不用了，等下还可以用第二次。晋升一下，接一个吃俺老孙一棍儿。好，是不是只喝了一口血？有没有机会？你认真点打。没有，稀稀慢慢。我昨天都没玩，我进度比较慢啊。没比你们快多少，有些人都二周目都打完了，我在一周目都慢慢玩，慢慢玩。保命丸那就不吃了，不愿意，我就不用那个了。这把再玩几把应该可以过。哎呦，喝血喝血。地狼，
好，打断他的踩。放好毛。定一下，让毫毛打一下。西棍是，定风好了。上用，好的，躲掉了。戳一下，没戳出来，再戳一下。定一下，定一下，他要踩了。跑！哎，跑不掉，完了。他是失血了，还是跑不掉。这定的时机还是不行，应该马上跑，太贪了。No！还有血吗？还有血。盾花没有加那个，没有加天赋，又是这招，我直接跑吧，他又要。定身，哎，怎么毫毛又可以用了？光之救我！出两个。戳吧，接皮，还有一丝血怎么办？毫毛放出来就赢了，孩儿们上去干他一下，我先走了。不要！还有一口血，好的，孩儿们。躺赢，这叫躺赢。这些年未得相见，你已经被他们害成了这副模样。这神经病，我他妈吓人！这个，我自骊山而来，在此调查谷中之事。
我并非有意瞒你，确实有些难处。我同他母亲相识一场，下不去手，这才引你来此。这蛇头上面装个人头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我早已落入那多目怪手中，竟被你寻得了，或许这就是机缘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帮你将此物回复神力，全做我的答谢之意了。绣花针就是这个。帅，这个衣服，独敌大王衣服有点帅。不过是几缕天上垂下的丝线，连他通向何处，是福是祸也不知道。为何都争着往上爬呢？为何争着往上爬？因为都想要长生不了。好像西游记讲的就是都想要长生不老啊，妖怪跟神仙都想，最后就各种乱七八糟的乱干。哎，我怎么出来了？迷道人还没打呢，兄弟，什么情况？迷道人没了。